孟冬，我们来玩游戏三选一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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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三选一。Justin 跟 Sasha 跟马丁。对，你想要选谁？我都不想选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选一个。好歹你好朋友在左边嘛。最好的就马丁啊。好，马丁，你确定哦？确定啊。你认真，你认真，你确定要这一个？我到底要干嘛？就玩游戏啊，但你确定要这个哈？可以。你不能后悔哦。你抽到，你不能怪我哦。可以。好。叫马丁啊？怎么了？题目在后面啊。请问，台湾演艺圈里面你的性幻想？不能怪我哦，不能揍我哦，你自己要抽了，我有给你机会选择哦。说真的，演艺圈哦，真的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很怕演艺圈的女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伤害吗？请看我的新闻。没有啦，哇，我会去解新闻画面的、哦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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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，我不知道，也是真的，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我真的比较少跟演艺圈的。对对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就是圈外人，然后有自己的生活，你可以享受不一样的。比较喜欢那个素人系列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公开素人真友吗？啊，也可以啊，反正我单身。也是哈、啊。所以如果对孟多有兴趣，哎，孟多，不然你说一下你心仪的女生要有什么样的条件？哦，第一个喜欢动物。动物哦、嗯、啊，对，家里有blue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孝顺不抽烟，孝顺不抽烟、嗯，台湾女生死一半吧？你自己讲的、哦，我要剪掉，嗯、剪掉，也没不能剪。然后当然是身材好，然后喜欢运动啊、哦，对对对，不用管我，不能管你是指哪部分？就不用看我手机啊。哦，这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对，我、哦、当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好好约会，但是。因为我真的很忙，真的，对，现在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所以，对，就是对，我会问你好不好，你好吗？我说我是早安晚安都会，但是我很不想私讯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私讯要干嘛呢？那直接碰面就好了，很烦，真的很烦。那要很喜欢床上运动吗？那个哦。喜欢装上运动跟合不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。老司机上车上车，对，有些就是女生就是看起来很骚很漂亮，然后感觉很会，但是开始那件事情是、还好，真的。然后有些女生很乖很单纯，哇塞，哇，不一样，就比较那个落差。所以孟多比较喜欢外表乖还是乖？最近以前你看以前我等一下给你看啊，喂没有，好哦，谢谢孟多。你就可以加，第一个要放进去是爆香蒜片，第一个蒜头，好，第二个辣椒，快要变黄的时候就加。加放进去，好香哦！家人要变红了就搞定了。那菜煮的都会有一点热，所以可以打赤裸的煮饭。Hello， 你是不是找到任何机会能拖你就拖？可以拖就拖，没错。然后一个男人打赤膊的煮饭就是最有魅力的一个。你要打赤膊就算了，你要煮饭也就算了，你可以不要边打赤膊边煮饭，就抖胸。是，只是他们自己来的，这我没办法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。快好了，好香哦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孟多桑示范一次什么叫空感。今天要带大家跳什么舞？其实还没想好，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拉丁南美洲 的节奏，应该其实这些动作都可以符合，比如说 salsa merengue 巴西的 four hall 或者一些简单的国标的三八舞，都可以抓这种的节奏。然后他们如果就是有一天在一些夜店啊一些 party， 然后就是要慢慢的就是去靠近他们想要的女生啊，就可以用一个身体的方式，然后就是用一个慢慢的节奏，一直慢慢的靠近她，就是用一个非常性感的方式搭上。哦，这可以拔到妹吗？应该不会。所以你学跳舞只是为了想要
没有，我本来就可以拔到。有老婆了吧？对啊，你已经拔，已经有老婆了，你还要拔到宝啊？对啊，已经拔到了。没有，可是你还可以很浪漫的，每天、每天晚上跟老婆跳舞啊，放个音乐，然后就是一个骚式，一个哇，一个。可是我跳起来比较像宝莱坞哎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空干？没有，我们在。在空干吗？叫什么？公干，这我能剪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那不行。公干为什么公干会不能讲？蒙多桑示范一次什么叫公干。公干怎么讲？谁来一下哦？哦，小百合。好啦，我现在在干什么？在运动啊，还需要跳舞啊。哎，对，就是变瘦。你刚刚去哪里啊？张大号。怎么啦？哎，有，弹走。你走在法国的男生是不是一定要会做甜点？不是在法国一定要的，但是如果你是法国的男生，然后你嫁给台湾的女婿，一定要的。因为我发现你们台湾年轻的女生都不会煮菜，为什么？必啦，我会。可是你不是女生，对不对 ？Yeah. OK. So 阿妈好厉害。阿妈很厉害。台湾的阿妈都好厉害，但是年轻人的那、有一些 OK， 真的有一些很不，但是大部分，我觉得更新更上。所以你觉得你马马虎虎的意思呀？但是嘉玲姐，你老婆现在不在，你觉得她做饭好不好吃？他不在，他现在不在。我老婆对做菜非常好吃。你不要现在给我讲这种官话。耶、yeah. ！OK， 我先问杜丽。杜丽，你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料理， hey. 对不对？ Hey. 然后刚刚你在试做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几乎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。所以你觉得你今天带来的料理跟其他人比，你有多少的信心度？这个东西都不要问啊，因为其他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哈。但是我杜丽本来就是厨师啊，这些东西，哎，都是我在教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自己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他们成功，我也是成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啊、其他人也是做好料理，但是应该没有办法跟我比，不好意思。其实我对我的东西很有自信，而且我今天呢、要挑战的一个料理，我觉得是蛮有困难的，而且我是。就是很认真的研究怎么做这道菜，所以我对这道菜很有感觉，所以我希望我不要被笑。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自信跟挑战的心，因为你居然挑战了其他人不敢放进嘴巴的食材。对，那你忘记说我很帅吗？这件事情我放在心里就好，因为我怕所有的观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意大利的男人活不下去。那这个一定要讲啊！一定要讲吗？对，在我心中，全世界意大利人里面，除了你，我找不到第二个帅哥了。谢谢。哦哦，你的似乎。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对电视机观众前面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吃不到的人。没有，我觉得我那道菜比较难啊，因为就是我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东西，就本来外国人都不敢吃，然后那个是很创意的，其实我没有，我完全不保守，就是很 over， 所以我想说，maybe 会很受欢迎，或者会完全不受欢迎，对。但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好啊，但是这一段会被剪掉，我帮你留着。哦，好。不要用，请你不要用。对，你看这问题就是原料本来就是不受欢迎。过上饭结果的，我们来记录一下型男的后台生活。
除了你除了来录二分之一强之外，你其他上班时间有机会可以让你就是弄头发化妆这样帅帅的？没有，因为我的正常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，在办公室上班，所以就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你很期待每个礼拜来录二分之一强。对，所以这边可以就变漂亮。因为你一个礼拜就帅这么一次。对。你怎么那么精啊？我太喜欢。这样拍好了。哈哈，这样。私ここなんだよ。我的名字叫新奈，我是来台湾。大家好。最近呢，疫情的关系，我的工作变少了，大家可以常给我工作。我在台湾做什么？哎，最近我在减肥，我瘦了3公斤。真的，是可以呢？看得出来吗？有瘦一点，看到抖胸就知道是。古希腊神雕般的完美身材，裸体主义知识分子，西班牙新男代表佩德罗。到底是谁教你讲那么长的话？二分之一强 YouTube 会员开张啦！是的，喜欢二分之一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，赶快加入会员来支持二分之一强哦！看完了吗？要记得订阅二分之一强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，欢迎点选旁边的精选的内容哦，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强。